近日，有媒体拍到赵薇画着精致的妆容赴 KTV 与朋友嗨唱。照片中，赵薇身穿粉色印花羽绒外套，披散着头发，在寒风中冷艳俊美。夜里十点钟左右，她与友人来到某 KTV 嗨唱。虽然有好友相伴，从 KTV 出来之后的赵薇却并无兴致高昂的一面，相反面无表情，情绪看起来略显低落。